第三十代马明大世尊者，西天十二代，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胜，初为外道修士，是智聪辩，经复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，你叫什么？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大士又问，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大士再问，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大士曰，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。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即曰，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第三